大家好，我是魔丸，欢迎来到今天的玩具开箱。今天本来都是我们的洛伊德系列，可是魔丸最近都会在跟大家开箱这个美版系列的机兽，再加上官方目前为止也是没有推出新的产品啦，所以魔丸就怕大家呢一直看这个美版机兽是有一点点腻了。在今天的影片，魔丸就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洛伊德系列以外的相关类型玩具。魔丸这边会说相关类型，其实也是因为这种生物啊结合这些机械的样式，没有错。今天魔丸又要来跟大家分享由我们麦法兰所推出的这个 Roten 的系列。有看过之前魔丸开箱影片的朋友，大概对这个系列也不算陌生。比较可惜的地方是，麦法兰推出的这个 Roten 系列是没有正式代理进来台湾的，变成说很感兴趣的朋友又没有跟到之前的个别玩具商家有来进行代购的话，那现阶段也就只能从美国的亚马逊等等的地方下去购入了。当然，魔丸也有先帮大家确认过啦，目前亚马逊上面还是有个别的商家是有在贩售这个 Roten 的系列，但是有一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啦，个别的商家呢就没有配合亚马逊满额免运费的部分，所以寄来台湾呢还是必须负担这个国际运费。价钱上面可以接受的话，这一个系列魔丸个人也是非常非常推荐的。当然有部分的原因也是因为 Roten 的这个系列到目前为止也是只有推出四个的生物形态，相较之下要直接来收起一整套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回到今天的重点啦，之前跟大家开箱的第一只也是我们这一个系列尺寸当中最大的机械金刚之后，今天魔丸要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二只也是魔丸觉得在外形上面非常非常特别的，就是我们的机械鲨鱼。尺寸上面来说，机械鲨鱼也是 Roten 这个系列当中第二大的体型，本体的样式当然也是直接从大白鲨的形态下去进行改造的。可以看到在最尾端的地方是直接用机械化的方式下去呈现，当然在身体的侧边中段的这个地方也是用这种机械外露的零件方式呢下去表现的。当然最后在头部的地方仔细一看，我们这个上排的牙齿以及这个整个的下巴下半部的地方都是用机械感的方式下去呈现。我觉得机械鲨鱼的这个形态就比较算是一个全机械化的生物设定，只是在最外层的地方再套上一个鲨鱼皮的这种感觉啦，仿生物的这种样式。而我们的这个机械金刚呢就是直接走这种半生物半机械的形态下去呈现的，所以两只的风格呢其实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差距的。在这个设定上面呢，我们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特别的。盒子的正面其实也是可以看到稍微用了一个漫画的方式呈现了这个机械鲨鱼的样式，也是非常非常帅气的。后面的地方有一个鲨鱼的详细介绍，其实也是大概呈现了整个鲨鱼的故事背景啊，生活形态的这种感觉。那在下半部大家比较有兴趣的，除了我们的机械金刚之外，另外两只分别是我们的迅猛龙以及这个响尾蛇的样式。魔丸个人觉得响尾蛇的设计算是蛮有特色的，可是这两只机体魔丸都是还没有购入的啦，如果之后魔丸有购买的话，一样会再来跟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分享，简单的开箱。好啦，本体的外盒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在这边我们一样来进行一个简易的开箱，其实也就把中间这两条剪掉而已啦。打开之后，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本身的可动机关。没有错，虽然是我们的鲨鱼啦，但是在外表的部分还是有设计一个简单小小的可动关节。第一个当然就是在于我们这个尾巴尾段的部分是有设计一个小小的关节可以来进行左右摆动的。当然在中间的地方，没有错，这个机械外露的部分其实也是有设计一个两段式的可动关节，那能够呈现的效果呢也是左摆以及右摆的样式啦。在游弯上面又或者是摆放姿势的时候能够呈现的效果，魔丸个人觉得也算是蛮逼真的。接下来最后一个地方，在开箱之前大家应该有看到了，没有错，就是嘴巴的这个部分也是可以来进行一个简易的开合。当然嘴巴内部的空间其实也不小，魔丸觉得是可以搭配一些简单的小玩具，像是我们的车子，车子呢是可以让它吃进去的这种感觉，这种效果搭配一些可动人形啊来进行摆放来进行游玩，魔丸个人觉得这只鲨鱼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的。最主要本体部分的可动机关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接下来就是关于这个本体的涂装。大家都知道啊，麦法兰系列的商品最主要都是推出这种可动系列的玩具，最早其实从推出我们这个电影系列周边，像是魔鬼终结者啊、大白鲨的系列，又或者是一些比较恐怖的13号星期五等等系列的周边，本身的模型设计上面都是非常非常精致的。一直到了现在，就算是推出这个适合比较低年龄层一点点小朋友系列的玩具，在整体的涂装方
方面来说，品质也是无话可说哎。眼睛的周围以及这个刀疤部分的呈现，都是有用这种阴影的效果呢来进行喷涂、来进行涂装的。侧边的这个部分以及这个伤痕上面的表现呢，都是有稍微用不同的涂装呢下去呈现。本身外皮的部分也是有用这种阴影的效果呢下去呈现，不会说整个本体呢胶感部分会觉得有一点点偏重的这种感觉。至于在机械部分的质感表现，魔幻觉得跟机械金刚是稍微有一点点差别的。机械金刚整个的外半部机械外露的形态都是走这种比较亮一点点的银色下去表现的，但是到了我们这个机械鲨鱼的部分，本身的色彩是走这种比较暗灰色的方式下去呈现的。魔幻个人觉得是不是有一点点想要呈现在海底长期经过这个海水的侵蚀而出现一点点这种锈蚀的感觉。尾端的地方可以看到是稍微有用一点点深咖啡色下去点缀这个旧化的效果。魔幻觉得在整体的这些细节上面的表现也算是蛮有特色的，还是有几个小小的缺点啦，魔幻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在于这个牙齿的设计，魔幻觉得有特别几颗牙齿是非常非常尖锐的，是你如果不小心划到的话有机会会受伤的那种感觉。这个部分的设计呢其实就没有到很安全啦，在游玩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第二个地方是在于这个外皮以及这个机械上面的间断式设计，也因为这个地方是有设计一个关节处的，摆动关节的时候手如果距离太近的话，你的肉可能就会被夹到这个缝隙当中啦。魔幻觉得这个部分的问题算是不太大啦，但是小朋友被夹到应该也会觉得蛮痛的。魔幻个人就会建议啦，如果是想要买给小朋友游玩的话，这一只机械鲨鱼可能就没有这么的合适啦。另外三款的生物形态设计相较之下还是比较安全一些的啦，机械鲨鱼的话就真的是比较适合年龄层比较大一点的朋友来进行收藏、来进行购入。好啦，那在这边魔幻一样拍摄一些细节的画面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那我们就直接进画面咯。This is the future. Revolution. This is the future.今天的玩具开箱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这次由麦法人推出这个 Rotten 的机械鲨鱼，魔幻觉得在外观的设计上面真的算是非常非常的特别。鲨鱼的造型玩具其实在一般的市面上也算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啦，但是在 Rotten 的这个系列当中要把这个原本的鲨鱼造型呢加以改造，呈现这种半机械的生物形态真的算是非常非常的帅气。当然啦，在整体的涂装表现，魔幻觉得也算是非常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精致。虽然定位这方面是适合我们六岁以上的小朋友啦，但是魔幻知道国外其实有很多的收藏家都有来收藏这一个 Rotten 的系列，不管你是要单纯摆设，还是要来搭配我们六寸又或者是十二寸的可动公仔，又或者是我们一些乐高系列的小人物一起来游玩的话，魔幻觉得这个 Rotten 的系列真的都算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之后一样会再有不一样的玩具开箱、玩具分享或者是模型开箱。我是魔幻，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拜拜。